吧。可是我不会滑哎。小安不是说你会滑吗？他记错了。那我们是初级道吧？哎，我们就是高级道，就是高级道。一点都不会滑呀！那这样，我先拉你推坡。告诉你啊，你把重心放在两腿之间，膝盖弯曲，腰背挺直，屁股往后坐。别看我，看前面。小肩微微翘起。哎。整个通宵，白天夜晚点灯，就是想要。